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我们又来到了圣杰克比小镇公园，这是专门为房车和公交车停车的，其他车辆如果停在这里就被拉走。旁边这位邻居，上个月6月30号我们来这里的时候，他就是停这里，没人。昨天警察开着车来转一圈也走了，看见是没事。今天天气不错，闲来没事啊，坐在这个镇的公园的小河边，旁边就是我们的房车，房车就是我们的家。现在我就坐在树荫底下，跟大家聊聊天。现在我们聊的这些主题呢，可能这个50后、60后、70后还可以理解，像现在的年轻人，外国人、外国生的中国孩子，他们肯定是不会理解的。特别我们50后，刚生下来，国家解放不久，一穷二白，节约光荣，浪费可耻，越闹革命，所以从小就养成了节约、省吃俭用、东西省吃俭用，在这里呢形成了概念。所以直到我们现在，还是有这种想法。虽然我现在生活在国外有27年了。这种想法跟国内的同辈们应该是差不多，像我们这样的退了休，卖了房子，买了房车，到处玩。按理说呢，生活上没困难的，而你们又没有负担，手头还是比较富裕的。但呢，常常会听到一句话：“那想开点，想开点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”实际上说这句话的本身就想不开，因为从小就受到这样教育。你再有钱，你手头再宽裕，也不会大手大脚。这个小镇非常好，比和营地相比呢不差，环境优美，有河水，有小树林，有公园，还有除了水电，实际上比营地好。对，这个又有这个狗的公园啊，这一点不比营地差。这个地方呢，还建在这个小镇的旁边。我们可以逛逛小镇。那么营地呢，他要付钱，像我们上次住的营地80块钱一个晚上，他还限制时间，一般都是2点钟入住，12点钟，有的是11点钟就要得离开。所有的营地呢，一般都建在离城镇较远的地方。有一点不同呢，就是说营地有水有电，但是他要花钱。我这里不要花钱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在镇的旁边，这既可以到公园转转，小树林里、河边，也可以钓个鱼，而且还可以这到镇里面去转一转。这里睡的呢踏实，可以睡得自然醒。在营地呢，它有限制的时间了。计划呢就是3-5天，水用的差不多了，这个废水储存的也够一定的量了，那么就找个营地，下屋。上一下水，其实水电够了的话，还用不着每天住营地。对，实际上这样的位置也是一种节约，不是现在不是钱的事儿，不差钱，这种钱不该花的钱我们就不愿意花。我们水箱的水没水了，或者污水，该排了，我们就安排一次营地，这个钱也必须花。老伴爱干净，再干净好吧，也不能天天洗啊，水不够啊。所以有积攒了3到5天，最多一个星期啊，一到营地就大洗啊，屋里洗，这是最忙最累的，就是营地。另外一个营地跟我这个地方比呢，这个地方你看，我们住得很安心，因为这个营地呢就设置了可以停车、可以过夜、可以免费，我们就可以一般都是自然醒。当然你到营地你就不能说自然醒，因为它要限制你几点要离开。那么急急忙忙早晨起来，在那就睡不好。你要找一个好的，不要钱的可以过夜的地方睡，要比营地睡踏实。当然你要多花钱，当然营地也可以踏实的睡下。还有一个考虑到一个节约问题吗？归根到底都是我们这个50后的这种想法是很难改变的，所以年轻人也很难理解的，所以互相理解吧。那就给大家交流这些，当然说的不一定对，但这是都是我们这是老年人的想法，年轻人不一定这么想。对，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。对，自己生活方式也不一样，各有各的习惯，各有各的想法。好嘞，就谈到这些吧，谢谢，再见。